这是牛皮大餐了。对，你把是吹牛皮，让大众群众来吃。你怕懒嘛？喊人嘛？给你帮忙噻。公家吃嘛，我给你露一手嘛。哎呀，那么多牛嘛，要挂到猴年马月去。不就是牛嘛吗？看我的表演，把十八岁叔叔。终于挂了，我又再也不吃牛皮了。看不出来呀，二妈，今天就交给我了。哎，先擦个水了。把拆水的牛皮刮个油脂。哎，终于刮完了，这样吃起就不腻了。这个牛皮卷让二妈吃个够。哎，那个东西应该差不多了，再煮两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嗯，要得了，牛皮卷出来了，来第一口恭喜吃。好，你们也快点吃。哎，终于得吃了。嗯，高女士，味道怎么样？你看，那么就晓得了。